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超性感的背影，帮你止夏天的渴。哎呦，还故意露肩胛骨，你看肩胛骨凸起，哇，哇塞！哎呦哎呦，哦，这样子背面给几分？8.5 OK， 你喜欢肉一点的，对不对？来转一圈，转一圈，转过来我看。哦。雨桐，欢迎收看《国光帮帮忙》节目。大家好 ，Summer， 我徐浩文。雨桐，嗨，快，你好，你好，胖啊，第一次见面哦。没有啦，每个礼拜都见面。最近气色不错哦，真的吗？对，谢谢。有谈恋爱吗？还没。奇怪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啦。真的气色不错哦，没有固定的，哎，没有固定的。夏天到最喜欢干嘛？最喜欢去海边。你会去海边哦？会啊，所以我才这么黑。今天要讲什么？夏天来了，小心被杀手杀到您。乱眼，你真乱眼，真的很可怕啊！背影杀手啊？背影杀手，你不算了，你。算了，你不用背影杀手，正面大家就够呛。背影杀手啊，我们常见到，一转过来真的是我吓到你。这么热的夏天，我们都会打冷战，起鸡皮疙瘩，哦，突然冷这样，然后找地方喝热汤，你看看多恐怖。这么恐怖？对，来，请。谢谢。好，今天要讲夏天来了。背影杀手，哎，我看过最恐怖的背影杀手，差别度有几度？可能背面可能是90分，转过来0分。有，其实东区就蛮多的。对，东区有很多女生从背后看起来，你就觉得说应该是舒淇没有错。我看到舒淇，我确定我应该看到的是舒淇，因为她整个的身形、她的肩宽、她的头部、她的脖子的曲线、她的腰、她的腿直直的，就一翻过来如马。就你看，哇，你知道你有被你有想过人有灵魂有没有？人如果被灵魂里面，如果人被那种卡车撞到，那个灵魂一定弹到很远的地方去，你当时就有那种感觉。嗯。就灵魂已经灵不附体了，啪不见了。看到他的这个啊，不是你在东区，你要逆向，你不能顺向。逆向，然后永远看到我正面，正面一直在前面。你要逆向就可以一直看，逆向就看到很多五马。对，那个有时候看到你会吓一跳，吓一跳，真的吓一跳。我去那个信义区那个看电影，我有一个跟那个圈内很有名的主持人，我们不要讲出是谁就对了。是，我们那天是衰运之旅就对了。我们两个约好要去吃饭，然后吃完饭要去看电影。是，对，那个主持人现在有主持一个模仿节目很红，奥巴马的弟弟嘛，是奥巴马的弟弟嘛，对，他的搭档是莎莎啦，让大家觉得我知道，不要再讲了。对，那难得就是从内地回来，我们就很开心，就是。然后我们就走，那我记得那是去年的那个暑假，夏天，然后就走，我们就看到，哎呦，有一个头发很长的女生，然后她穿那个露背的，就是那种吊嘎，可是后面很低，哎呦，就吊嘎后面很低，然后穿牛仔短裤，性感，哇，好正哦，性感，然后又瘦瘦的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在走在前面啊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怎么办？那我们讲的就绕道，因为那个。电影院一过马路的时候啊，这里不是有那个就是那种手机行那个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两个就走到里面进去，然后从另外中庭那个买票那边绕出来。是。一走过来，我们两个一看到对眼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这样对，我们就，很快又从那边进去。对，中间有听到这个刹车的声音。对，因为我发现不是男生。对，男生你穿这样你就不要去新义计划区好不好？对，留长头嘛，长头是身材是很瘦，是男生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请到几位背影杀手。今天的背影杀手呢，并不表示说正面会想要输赢，而是说他的背影，光看背影就已经受不了，几乎人人啊被杀，对，人人被他砍到地上那样，对，无法自拔。可是背影杀手要有一些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，对，例如我觉得皮肤要白，皮肤要白，那白皙不能后面都长痘子啊，要不然就要像我们，那很光滑这样子，哇，要不然就像无所谓，但是要光滑，对，像雨桐一样这种，对，健康色的，但不要一直起鸡皮疙瘩了，他是冷啊，是哦，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位，哎呦，还故意露肩胛骨，你看肩胛骨凸起，哇塞，来，看腿，喂，
腿是很重要。对对对。哦哦。哇！哎哎哎！太瘦了吧？太瘦了吧？哇！哇塞！哇，这个太瘦了啦。没关系没关系。你要先背面对我。可以的。还是先背面对。来来。这个背面打几分？外面一点，我后退一点。哎，好 ，OK。几分到几分？几分？一到十分。一到十分哦。嗯，哎，牛哥先出好了。七分。七呀，哎呦，还有七呀，先弄个标准值。OK。七，因为我觉得有点瘦。哦，太瘦，太瘦。OK， 我也不敢赌太大。牛哥说七就七吧。也七分。为什么？你会觉得？等下回来之后我灵魂这样弹掉，脸三这样。对，不会。然后他三七这样。七，我觉得差不多七啦，因为他太瘦了。还是觉得太瘦？他太瘦了。七哦。嗯哼。OK， 那马秋哥你给他几分？八。为什么？哇塞！讲脏话，很久没出去逛街了。他七我就八了。另外两分七八在哪里？不给的两分原因？对。不是，就是怕后面更正哦，所以先扒就 OK 了。不要有捡石头的心态，我觉得这已经最正了，真的，你就实了，就对了。我们以前做节目的经验，不是后越出来越挂，对对对，对对，第一棒一定是最强的，对，第一棒为了收视率，你知道，手肘手肘有点那个哦，对，我们要 hold 住观众，第一棒一定要最，对对，手肘要一直弯着，要不然如果你直的话，那个皮就坐在一起。我觉得这个女生很有味道，手肘太有女人味，嗯，会摆 pose， 她的 pose 都有味道，来摆一个你。认为最撩人的 pose 给我们看，一二三，哎呦哎呦，哎，那我改四分啊，怎么？哎，为什么？就有点老派。现在流行复古嘛 ？OK， 复古 OK， 好，身材不错，真的，身材正。他是姿势漂亮吗？女艺人吗？女艺人哦，哎哦，今天都是女艺人，没有，我是送便当，我是女艺人哦，那我改一下，我改一下，改十分，对，我也是，没到点，有可能，你没到，没到点，前辈，没到点，拍谁？拍谁？十分，跟他的背影很像，两位，十分，我跟你讲，太坏了。我这样这么近看，看不到他的毛细孔。哇塞，这么光滑。是的，塑胶人，他不会出来。有可能有点年纪了哦。哇，不过他裙子很性感。嗯，对你身体一定要这样歪。可是我觉得他是不是哪里在痒，一直动来动去？没有，那是 pose。啊 pose。因为我不会太会穿高跟鞋站。你要用那个麦克风啦。啊，对，不太会用高跟鞋。我知道他是谁的。我刚给你七分，我刚刚有个朋友刚好打电话来，对，说给他十分好了。对，姓张。姓张嘛，而且听说这个女儿住台中嘛。来，我们欢迎第一位特别兵，来，来，出来。哦，十分，哎，瘦很多哎。没有瘦哎，他一直这么瘦，我一直这么瘦，对啊，因为我比较常见到康哥，对，这一阵都一直这么瘦，是我们学妹嘛。学长最讨厌的就是我，为什么？他以前说过他很讨厌我，在外面的节目上，他说我那个学妹没事每天来上卷子干嘛啊？需不需要？不是我吧？是你，就是你，然后还说绑公主头发这个先生，人家自然卷好吗？我觉得是我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屈哥你那时候应该是想开，已经把内容说出来了，调全中华民国的这个所有综艺节目的袋子，你调出来看看，不是我们讲过这句话。等一下，学长，等一下，对，更惨。我看过这么多节目，而且日子过了这么久，我还放在心上，你知道我多么的耿耿于怀吗？所谓的学校的事情啊，学校我在学看到学妹。也是拜观音拜下去了，你才不会，你就在学校你是摆 pose 是 boss 吗？你知道我们在这样 pose， 没事，真的他没有事哦。一大早，然后那个就是国剧没有国剧的他们的那个练舞的教室，然后我们的窗户都是很大，因为是老房子嘛，像日本，他就坐在那边有没有这样？哎呦哦，好嘞，今天晚上是学校是恩怨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请问你觉得你身上最美的地方是哪里？我觉得其实我说真的，我并不是一个大家想象中的很公主或是很爱漂亮的女生，所以我也没有很注意过我的身体身材的哪里。那因为昨天他们问了我这个问题，我就好好的研究了一下，我觉得我喜欢骨感的女生，对，那因为我本来就长不胖，所以我只好接受这个事情。我觉得我的背跟这边的线条锁骨，对锁骨，对 ，OK， 在这里，对，尤其就是穿平口的时候。
是是是。OK， 好，杀伤力百分。马上欢迎第二位背影杀手，来，哎，欢迎二号，来，先从二号开始。哎呦哎呦哦哦，哎呦，这样不要画圈圈哎。哎，来，哎呦，背，这个厉害哦。他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肩胛骨，肩胛骨的那个线条。这是绿巨人。哎，哇塞，这个背算是，哦。笑什么？这是上面有汗毛是不是？对，一点点，有一点。来，你眼睛还真好，就是那个脊椎正中心啊。对，因为突然就黑一片，好像看到马国兵前面。那会不会是胸毛？有那么浓吗？来，这样子背面给几分？这样子高点好，这样。耶，8.5，OK。你喜欢肉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因为它也很白。OK， 嗯，八分，你给八分的原因是，我觉得就是它那个汗毛，应该女生不是要去掉汗毛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太长的话，烫猪肉，对啊，可能因为我做吃的，我对那个有吗？转猪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就是比较尴尬一点。你不能每天在那边在叮叮叮，对啊，拔猪肉，快，好，圈完给几分？8分，为什么？这个我觉得那个背哈，它背当然是很平很漂亮，但是太平了啊。我觉得它的那个有点凹哦，骨感的那个东西哈，没有那个没有欢欢那么强漂亮。因为我觉得要胖就胖，要瘦就瘦，要做不要做中间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八分，好，那我们总共是16.5分，不错哈。来，一二三，通关。穿阿呆，我们5.8。真的是背影杀手，对啦。其实我觉得我不是背影杀手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不是背影杀手就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方位，你是脑残杀手吧？不是，因为我正面，其实你仔细看看我的脸，好歹有个8-9分。啊，我知道你是老兵杀手啊。对，因为大家都老花嘛，老兵。哪有？北北讲，现在变比较成熟一点，有成熟一点味道，老马。对啊，什么？然后你现在还看兽医吗？谁看兽医？讲的呀，猫才看兽医。然后没关系了，反正我家的猫外在不是女生唯一的条件。对啊，你那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会有喜欢你的人了。全身上下，你觉得你最满意自己是哪一点？其实我妈，我真的觉得都还 OK 耶。全方位正点。因为我就是说穿了，就是大家对我的认识就是傻妞外加好身材，都是我说我什么东西？傻妞外加好身材。前面常听到了，后面就比较少。有好不好？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凶是说是凶说哎说凶说什么傻妞？说凶是凶，说腰也有腰，锁骨我也有啊，你看。这什么？这样子不需要。你怎么锁骨？怎么？很适合演喜剧。我拍照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吓到，因为真的太锁了。是你照还不锁？吓到啊！就是你的灵魂被锁了。大家看了这张照片，都把你封锁了。没有，就真的该有的都有。蛤蟆功啊，腰线很不错。自从你们上次那个写真集啊，造成这么大轰动，对，有没有？谢谢大家。进一步要做什么？怕吐。进一步吗？目前就在等待一些你知道代言可以上来。可是没想要再来一些新的作品。新的作品应该要等一会。你们现在不是吃上去吗？吃啊！可是你不要让它冷却下来哦。很多往下滑的意思。就是冷却，你要乘胜追击啦。对啊，看可不可以分开拍，因为我们才过两年就没这么成本都是 Apple 嘛。对。那等于就是可以买到整本都是咬牙嘛。对，我们就是这样，对，是不是？就希望啊，应该有机会，应该会再。对不对？你们现在也算是对不对？性感女星的代表之一。对，宅男女神哎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没有拍我身材？哦，那这时候应该盯一下你的经纪人，叫他努力一点。对，把你多接一些东西。就是我自己，他很厉害，他很厉害。你要找个经纪人，对，你要想一想，你不能自己。真的，自己好麻烦哦。不是，你再怎么强，不是全方位的。对啊。对不对？你要请一个助理去帮你处理一些琐事。没有，我就是自己的助理。而且你又无脑，就恐怖。哪有无脑啊？哦，这样没有办法跟你找一个好一点的经纪人帮你推一把。好的，谢谢。到另外一个境界去。谢谢各位大哥。最近医生有没有检查牙齿？
怎么了吗？还好吧？没有，兽医看马都先看一下。白发是真的耶，真的。我们去学马要买都要先看牙齿。不要跟他打垮了。我要当他的穿马。我已经问我们都是国光的。马蹄疫。对，你们。哦，不会，开玩笑而已，条件这么好，开玩笑。OK 啦，就不管正面背面，其实都 OK 还是可爱啦，还是杀手级的。来来，换马蹄铁。没啊，换一下去。想跟我聊，叫我回来就好了。讨厌的你，走回去要这样走啊？对对。烦了你们，烦死了你们。哎，不过我说那个是真的，那个写真集现在既然已经这么好，真的赶快做下一步。下一步了，你自己是经纪人，你赶快想这个事。对啊，帮 Apple 出一个专门的。你好烦啊！不然会可惜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哈。来，欢迎三号。哎呦！哎呦！肌肉！哇塞！自由。运动型运动。哦，睡哦。小屁股。哇塞！等一下，那件什么？那件是什么东西？哪一件？里面的衬底哦，里面的衬底有点掉出来这样子。哪里？那边黑黑的那个。蕾丝裤。故意的。撩人，故意让你觉得好像要穿帮。若隐若现。好，那给几分？你们去。这个，我觉得6分。为什么？太少。为什么？可能我个人吧，我不太喜欢那个他的上半身啊，从肩膀到腰到屁股那边没有层次啊。没有，就是一个直下来啊，刺都讲得出来。对啊，就是不是说肩宽腰，对，它的曲线不明显。手6分，来那个诺7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高跟鞋很高。嗯，我也。这算什么理由？哦，好了，你刚才是7分，6.5好了。我后来你加到10分呢，你忘了？啊，对哦，加到10分。对啊。好了，一样7分好了。来，鞠哥7.5，为什么？就是这个腰跟臀之间的那个线条稍微差了一滴滴。可是你没有因为他身高而加分吗？多适合你啊！也是，因为我本来要打6.5的，所以加一分7.5。好，来摆一个撩人姿势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哇！哎呦，是有加分的举手。耶！好，还是你要怎么那么冷？而且你们那个叶是完全奇怪。来，欢迎第三位，来，请出来。恭喜对，昨天前天才知道的。是，对。你是第几次入围？第2次。哇，入围是最佳男歌手。好啦，台语你也唱了。可是隔很久啊，不要生气。嗯，来，你觉得啊，你身材最有，我觉得最满意是哪？应该是比例吧。虽然我人个很小，可是拍照的时候，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就会变得很高。那是真的。哦，对对对，身高的比例看起来就像180。演戏我也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那场戏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，觉得很高，特别高，因为没有人的时候都很高这样子。可是李艾琪不简单哎，看起来不像人妻哈，是也是妈妈，对呀，是妈妈，我想生个孩子，保养得多哈，谢谢，更换换厉害，哪里？其实你这样看起来也像20几岁，因为平常都有在运动。哦，对，运动很重要，运动真的差很多。你们两位有运动吗？有，我有瑜伽，我从15岁就学瑜伽到现在没有停过，还有游泳，因为学跳水顺便就游泳。是 ，OK， 那你呢？你就走走路啊，上爬爬楼梯啊，对啊，搭公车，那个叫劳动。搭公车算运动？有啊，不会睡公车？你不是会走来走去吗？对啊，我常常走来走去，就是在那个就在马厩里面走来走去嘛。对，然后再练一些，再跳跃啊，栅栏啊。对，斜走啊，对，倒退啊，然后还有那原地这样偷那个有没有？那敬礼马术，我是啊，你看清楚了。我平常就是骑飞轮，然后跑步，然后做一些线条的那些机器材。哦，骑飞轮是什么？骑飞轮就是飞轮脚踏车，健身房里面的。那个还蛮累，那很累，那很像土拨鼠，不会吗？
我每次看到健身房一排哦，一堆人在那边跑，这边吃。不过你一个礼拜土拨鼠，一个礼拜如果运动去骑飞轮两次的话，你就会瘦下来。我那会很快，那效果真的很好。对，那会燃烧脂肪，那个一上去是多久？就一个小时啊，一个小时，对，不能停的。然后你要看他，因为他那个一直踩嘛，然后那个飞轮教练是疯狂的，对，我调情，怎么怎么上坡，大家一直吼，你知道？对啊，把音乐都很当叮当叮当，整个人是那种吼鬼叫。我有一次，我朋友在教飞轮，我进去骑10分钟，我直接下车走掉，然后去外面跪在地上。那一堂可以消耗大概5-600。热量哎，好可怕！对啊，很多很多。不是，很气氛是很疯狂的。对啊，真的很棒。他们音乐都要很热门。三个教练跟你对齐，有没有？在台上，然后我就一直跟一个人，就觉得哦，一直想要。现在到台中了，到台中了，快点下中港路，快！飞轮，对对对对对，干嘛一直讲台中啊？飞轮在做有氧是非常好，真的很棒，对你的心肺功能我帮助很大。四号美女的好身材，奖啦，入围了，预言入围，在我们心目中是得奖，入围奖重很重，是吧？真的不经意的讲出来的，就是预言，都不厉害，开玩笑，入围第二次，有没有开心？啊，很开心，因为就其实是入围就是得奖，但是其实也蛮紧张的，因为入围的同竞争对竞争都很激烈。还有谁？还有谢金燕，然后强敌，还有詹雅文，就是唱台语，就是演歌的那个，秀兰玛雅，还有秀兰玛雅，秀兰玛雅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是很厉害。其实我觉得去他那个最尴尬就是你已经入围坐在那边，然后现在公布那个得奖的时候，到底谁得奖？你到底要用什么表情去面对？对啊，就是很尴尬，淡定，淡定，就面无表情。带槟榔吗？对，没有吃槟榔。赵先生，被吓到了。希望你得奖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马上欢迎第四位，来，四号。哇塞，哇塞，这样用不用？哎，哇塞，哦，健康的名模。model， 我这个角度看才精彩，来转一圈，转一圈，转过来我看，哦，精彩精彩精彩，好会摆 pose 啊，厉害，好会穿高跟鞋哦 ，OK， 好，这应该放第二棒，放到最后去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观众你撑到现在你就厉害。你想想看，这个真的李艾琪后面出现一个这样的东西，什么话？倒吃甘蔗，来几分？哇，这个因为他刚刚转一圈，实在让我有点晕了，8.5。啊有，8.5，他那个转一圈那个侧面的这个曲线，你类似跳水哦，8.5分。OK， 好 ，No No。有点壮啊，是啊，你又不喜欢说你自己下课你讲人家壮，就是那个，你要嫌他壮，他比例很好，对啊对啊，线条分明啊，六好了，6分而已，六分，嗯，哇塞，那邱永恒，我也是7.5啊，为什么呢？对，比例是不错，但是我觉得他大腿有感觉有点像 O7 了，有没有一块？哦，这里啊，嗯，太严格了吧？对啊，怎么这样？可是他小腿跟他脚踝的部分，我觉得他大腿跟他的腰跟他的肩，对，好像比例稍微有一点点啊。就上次东区看到那个是跟欧弟看到，有可能啊，对不起，6.5。他腿上的疤还不少。你是不是去我电梯？为什么？太常运动了。哦，太常运动了。哦，他的腿毛是。直的哦，不是顺的哦，因为他的腿小腿部到脚踝的地方，真的有点像是。好了，我们请他摆个运动选手，你摆个撩人的姿势呗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撩撩撩，有够撩撩撩撩撩。他这个还在，还在，继续。你说的很撩，皱纹的撩，对。他连环动作。好，来，欢迎。连续起来了。天哪，欢迎来自哦。连续下班太厉害，全身上下你最满意自己哪里？我觉得是我的长腿，然后还有腰。腰厉害，因为我其实腿还蛮长的，很长很长。对，然后又常运动，所以腰还蛮会扭的。再一次好不好？导播没拍到，再一次。蛮常在跳舞，所以腰很扭。你要拍卧底耶？拍卧底的课程也会这样扭？你喝什么冷水啊？你不觉得你自己有凶器吗？凶器是什么？就是也上围了。请问你的三围是？34F， 25、35。哇，赛车F，
F， 瑶瑶你是 F 三十 F， 你也是 F F， 双 F， 哎，一样是 F， 我不是三十，我不能比啊，哎，这个差不多了，你们这些，你看，我不能跟他们比，没有你，他们都比我的头还要大，不是，你要跟自己身材比例比起来啊，对啊，因为我高啦，对啊，你身材比例看起来。也不小，我是 C 而已啦。C 在你身上就等于是 D 跟一了，你如果 F 那就畸形了。但是我是三十一，所以对我的围胸围是比较小。一呀，三十一下围，所以就是三十一看起来比较大嘛。那站在旁边的，不要啦，你看他腿那么长，我觉得我会变很巨人呢。哦，对啊，我骨架就很大。对啊，是。李碧平常做什么运动？跳舞，因为之前是女子团体，所以就每天练舞，大概都3到5个小时。哇，那运动量非常非常大，还蛮大的。所以才会这么说。是指哪一个团体？GIA。GIA。对，然后现在我是胸围有 G 有 I 有 A。你有没有想过 I 的心情 ？GIA 这个太惨了吧。GIA 是什么样的团体啊？就是四个女生，然后就是有舞，边跳舞边唱歌。现在还，现在我是单飞了，所以现在在练个人专辑的歌，所以也是每天练舞这样。准备要出个人专辑啊？对。那其他三位团员呢？其他三位在拍戏。哦，开始哦，全部都单飞了。对，几乎都是单飞。OK， 好，来，请坐。这个令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、非常开心的夏天又来了。请问两位，对，是女孩子夏天要穿什么样子？你们觉得最好、最棒、最性感、最好看？当然是露背啊，而且是反过来穿。喂，露胸穿是露胸吧？对啊，真正的你真正的看到的夏天哦。其实我觉得女生如果穿个简单的 T 恤，然后一个牛仔短裤，对，就那种感觉，因为你去海边去。去逛街都适合，对对对，各种场合也不会太露，对不对？那鞋子，鞋子配球鞋运动啊，配高跟鞋很性感啊。是是是，哎，我觉得对。小马，我觉得越简单越好，越简单越简单不行啊，要穿了。我所谓简单，因为夏天就已经够燥够热了，你再太多的东西在身上，会觉得是怎么？好像很重，多余的，对，多余的，就像刚刚多哥讲 ，T 恤，然后可能是一个小短裙或者小短裤都可以，穿个夹脚拖鞋，让我觉得很健康，有符合夏天的那个感觉，就是性感的，就是性感。Joe， 你觉得呢？我还是维持我一贯的哦 ，OL，OL，OL， 夏天很流行，对对对 ，OL 穿3.4 OL 那种短裙有没有？很热，然后。他扎了个马尾，然后有一点点汗，对，走进 Seven Eleven， 对，还是有马蹄的声音，猛一回头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去？不是啊，学长，你干嘛娶 Vicky 啊？他有这样过吗？好是没有，那个是遐想。你们夏天的时候会穿什么样的衣服？穿很简单、舒服，容易穿脱，然后穿脱容易行走。你夏天是穿短裤多还是短裙？短的牛仔裤或者是短裙都会有，也会有长的背带裤、吊带裤啊。对，因为它吊带裤基本上，比方说松松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哦哦。这件。哦。里面不要穿吗？里面不要穿吗？休闲舒服都是。但是又不会失礼貌。哎。对，然后就是说，那里面要穿吗？有很多口袋还。里面要穿，就是太浪了啦，很多哎，百货公司很多，尤其在那个有没有地美食街旁边有一些鞋匠有没有？对，喂，那个鞋匠，你乱讲，现在那种很年轻的女生在修鞋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整间店都是正妹哦，然后很年轻，没有，还有一些在修马蹄的，好烦啊，很多只马，那你去就好了，很多只马，你真的，你的穿什么？我的话不是你妈，是你。我的话就很简单啊。哎呦来了，小短裙，对，就是热裤、暴力暴力，不会穿帮，小短裤、热裤来的，暴力真的哇，这个然后外加合身的，哇，哎呀，你看被我们讲中了，对不对？有加分，而且跟大家讲，这件是我在某个节目上面跟罗杰买来的。谁？罗姐，哇，很性感，对不对？罗姐，罗姐是罗佩影啊，佩罗姐嘛。他说这女生，我跟你讲，女生不管任何年纪，只要穿合身的这种背心就是性感。我也有，我也有，真的。其实这女生应该都要必备品，必备品，就是这种各种颜色都有，都好穿的。而且如果那个背心
长度是长板梯的，我还会盖住短裤。哇，这个很好看，这个很好看。赶快去换，不要等一下，现在等一下，时间还没到啦。哦，来，你们不要进。像我平常也是会穿这样子，然后要不然就是夏天就是泳衣啊。天天，比基尼。穿这个走街上。哇啊！这件太屌，我跟你讲，这件太屌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件穿起来有修线条的感觉，它其实就是没有要反过来，这样吧，拉开，对，就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是这样啊，对，那个有一个是上下，好莱坞巨星啊，真的是男生不适合穿的衣服，对啊，这几年都流行这样，这个最重要是哪里？这一条，对对对对，我这一条一穿上去，你这个腰整个修饰到一个美，真的，然后性感到一个极点，这有那个蒙古摔跤也穿这样，乱讲，摔跤有颜色的，真的，在这几年夜店这样穿啊。没有啦，就是夜店的话可以加个短裤，加个短裤。我这个真的很好看。夜店的话，在国外的话，女生穿这种穿这样，穿短裤啊，还有那种短裙、短裤，加短裙在旁边。夜店办那个比基尼大赛就这样子。对啊，这个的话是比较正式的场。这你是要干嘛？阿妈的，这没有露背，这其实这件不是，它是露前又露后，这水鬼穿裤子，而且这件是不能穿内衣的，真的，因为前后都那几乎露到肚脐那边，就是若隐若现，超低的耶，换这个啦，他那个肩膀像好像神鬼战士在穿，其实穿起来会比看起来好看，哦，真的，当然看好，哦，那我目前为止你最狠。女生落水后的状况是男生注意的焦点。游泳啊，就是直接穿比基尼去，然后运动的话就是像今天穿这样。可是如果是比较约会啊，或者是正式一点的话，这不是睡衣吗？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不是睡衣吗？这是干嘛？透明的，换洋装，几乎要透明。背后你看，这是睡衣吧？背后露成这样，因为背后是露到腰的。哎呦，那前面是纱的。对，而且它是透明的，里面都不能穿。你要穿个小可爱吧？不用。不用，可以不用，可以不用。拼了，头还画黑有没有？穿 new bra， 然后这样背后才会整个露出来。穿 new bra， 你会看到这个穿黑色的衣服。在怕头画黑，怕什么？看到肤色的，就感觉到是没有那个头而已，这样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或者是如果是去比较，这是变魔术了，是？如果是去晚宴，就是像这种，它背后是。整个是交叉绑带设计的哦，这个也不能穿内衣，对对，就很性感，就是有点像马甲那种感觉。嗯，这件很厉害。夏天呢，因为大家都会去海边，嗯，在海边有一个事情很恐怖，就是请各位女生要注意，嗯，就是你们一直以为那个什么水到这里啊，哦，好像不会怎么样，可是有的时候那个浪哦，会突然来个大的。对对，我就看过一个，哇，头发跟真的一样，我想说你去海边你干嘛去，还墨镜戴的，有没有？怎么样？很时尚啊！我就看那个浪来了，这样子。哦，好高兴，我还走往前走这样。哇！我就看他会怎么样？哎呀呀呀！啪嚓！哦，起来了，脸也烂了，眼睛已经不见了，然后脸上妆流下来。你已经好了，你在看好戏的，你好坏。可是我看很多节目，日本节目，他们的女生也都是画的很可爱，他们妆不会掉，他们的妆是防水妆啊，对，防水一定要防水妆啊。很多人就是不会。做那种防水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啪一个这个妆弄下来，然后那个头发就已经烂到，然后对，麻烦各位起来的时候，就头发稍微拨，它起来是那个有没有发胶整个不是很像水一只海草，有没有啊？我把脸盖住，海龙，我想哇，然后起来啊。哇塞，好恐怖！那手还要去擦脸，一擦那个妆。其实女孩子夏天到海边玩，长发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嗯，那个最好是绑个马尾，干干净净，不怕水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如果说像瑶瑶跟李艾琪这样子，这种发型去海边就辛苦了，就绑起来，这一定要勾斗。泼到水里，吹起来烂掉，心地怎么那么坏啊？最起码要像我们的欢欢这样子，对，绑起来会好很多，而且自己也比较舒服嘛，整齐一点。嗯，那请问一下，刚刚哎，把你们今天带来的衣服拿出来，我们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哈，还有很多，他们不知道放哪里去。地上有一个掉了，那是谁的？哦，那是他的。哦哦，摇的，哇呦啊呦，是什么？友谊来的。哦。但是这通常外面还要再加一个背心或什么的啦，没办法直接这样穿去海边，因为直接穿去海边太害羞了吧？可是在国外你会这样吗？
这关 OK 啊，没机会去国外啊。在台湾的那个海滩很奇怪，不能这样穿，没有人穿，很少人。我上次去垦丁，大家都穿着那个平常的衣服去，在海滩，我不懂哎，短裤就是短裤，然后就下海，而且好不容易穿，你看那个穿泳装出来，哦，好高兴，现在给我穿裙子，对，好奇怪，就好像那个迪士尼那个河马，有没有？哦，对，我最恨那种泳衣，你知道吗？何丽那一只。合理，你知道，那以前那跳芭蕾舞，这不是弄一个，对，比基尼就是要单穿，真的好怪，在台湾的海滩，台湾女生比较害羞，太害羞了吧？还有一种穿法就是你穿比基尼，然后外面穿一个热短裤，很穿那个就是穿一个小龙，穿一个小龙围起来，是，因为我真的很少在国外看到那个。小短裙，对，河马裙，对，就是很累赘，而且游泳它就一直有小朋友才有吧，小朋友大人会穿，哇，我真的很这个要归咎于那些代理商，他不要进就没有人会买那个。哦，对，一律就是比基尼，一律就是对，台湾只买得到比基尼，对，买不到那种阿嬷那一种的。我看全世界只有我们台湾才有那种裙子，国外没见过，但还蛮可爱的。有来这童装部有拍照的时候，小孩子穿的是大人穿的，不是我们看到的。你有看过那个很丑的那种小裙子吗？有啊有啊。对，就台湾有那种小裙子都很可爱，不一样，它那个是只有类似荷叶边，你知道？台湾是那种已经有点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太长了，而且会配黑色配荧光色，对，很神奇，就有点像水母了，搞得跟自己杀人精一样，黑色然后荧光绿的这样干什么呢？好，今天他们带来这几套衣服，我们要请他们示范。好啊，哪一件？要去换就对了，指定吗？对，好，自己选一套好不好？对，指定哪一件吗？随便选一套，对，选一套。自己觉得最正的，对，表现自己最美的一套，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麻烦预备，开始。超性感的夏天穿着，不看你一定会后悔。首先欢迎第一，表现自己最美的一套，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麻烦预备，开始。好的，万众瞩目，令人期待的女星换装完毕，她们夏天到底穿什么？首先欢迎第一位，瑶瑶。自己玩哦，我们没有弄你哦。穿底鞋就自在多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整个看起来哦，街上看到这女孩子就觉得很想跟她讲话，舒服，而且可以聊。看起来就是觉得她家里环境不错哦，因为越是环境不错，越喜欢很休闲的感觉。对，真的，越单纯。而且你刚那条短裤吗？对啊，同条。怎么拿起来看起来好像会穿帮，穿起来还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好，因为她是还蛮低的啦，她没有说很高腰啊，所以其实还好。刚刚那个前面都翘起来了，有吗？对啊。对啊，你说这个，喂，你很自然。我们看这个，哦，真的很好看哈，还可以吧？好看。这个给几分？他这个穿着，这个9分，9.5分，9分。这背影也好看哈，背影好看，而且你看电话插这里，正点，比较好偷啦，比较好偷。刚刚他们讲说，哎，你那手机带进去吗？我说没有，手机就在放在屁股后面。这是细节，细节，对对对，你懂你懂，对。去东区海边都 OK， 对，都OK 了 ，OK 哈。我还是会认为看到舒淇了。嗯，接下来检查牙齿。没有啦。好了，不要那样耶。不错，恭喜获得木草一份。欢迎第二位，李密。哇塞！这厉害。来，往前走一位。你这个个人专辑的这个走向应该就是像今天这样一定走，而且他的专辑名称叫情力蹲下。你知道我是不是每次打歌都要一直情力蹲下？对，他在介绍
跟那个包伟明大哥跑跑劈腿一样的道理啊。就整首歌都在东区，迷死多少人啊？对，可是感觉好像没有，你知道吗？非常 low。其实就非常的凉快，因为我上半身只有穿 new bra 而已，然后它又是整个都是透明的，它是网纱。好汉就把 new bra。所以我刚刚走出来就觉得我好像上半身没有穿的感觉。OK 了，这样很漂亮。是啊，好，适合约会。几分？八分。哦，鞋子可以，今天没有带鞋子来。我比较建议你这一身的那个颜色可以换成小碎花的。哦，更其实他这个他的鞋子穿瑶瑶那种平底鞋也很漂亮，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他那双还蛮好看的。可是那是马丁，你穿得下吗？对。因为没有带鞋子来，但我脚有点大哦。我也很大，24.5，我也是哎，穿不下了，都已经，哎呀哎呀，可以进去了，哦，这样也可以吗？对，不是，可是他穿这身穿鞋子，感觉好像要准备睡觉了，你不觉得？不会，可以了。哦，这样你怎么那么保守呢？来，你给几分？我觉得就是怎么样？你睡着了？8.5分，好，好。好，来，谢，非常棒啊！来，请坐，来，换鞋子。穿这样在海边很厉害耶，好，穿这样在东区更厉害。哎呦，欢迎下一位。好，请坐，谢谢。没有要评分哦，来，走个秀 ，music。跳去的，不会，我都没有学，什么都是用麦，用麦，真的用麦讲话，对啊，来，评分，对，去几分？8分。哎，你那表情很奇怪。没有。你干嘛跟我穿一样的颜色鞋子？9.5，9.5。哦，厉害，够意思，够意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给8分骂成这样子？对，9.5，OK，够意思。啊，不过就看起来真的很舒服，对。对，夏天就是，而且我不，因为我这边实在太冷，平常我们其实它是运动风了，对对，你看它这个。这双鞋配得很好，对，马上变很年轻哎，非常很超很超好，全网给几分？我9分，哦，9分的原因在9分，因为我喜欢运动风的，对对对，我也是喜欢运动的，很好很好，不喜欢球，而且穿这样夏天有一点点汗在身上，哇，更，而且带个那个网球那种什么滚珠在那边的那种，有滚珠，没有套住头发的那种，这是我的网球裙哎，对啊，就网球的，对啊，果然看出了真正的这种打扮在海边的酒吧里，对不对？对，站在旁边喝个多方便，多迷人啊，对对对，把妈妈也，哇塞，好，来请坐。好，最后这一位大家注意了，先深呼吸一口，好，欢迎李艾琪。请问这衣服是这样怎么穿？你告诉我，太性感。没有啦，就是这就是马甲哦。他对，其实我其实平常常常穿马甲，对，我大概所有的东区的马甲都被我买光了。这个像不像那个傍晚要在海滩边办演唱会，整件都透明的，唱李艾琪小姐 ，Lady Gaga， 我靠。对啊，就是其实因为我觉得马甲可以展现修那个身材的线条，所以穿起来会很好看，漂亮，其实也很迷人。而且我觉得它虽然黑色，但它这边有一排反光哦。哦，哎 ，OK， 那个非常棒。就是如果没有这办法，就有点单调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来 ，music 走秀。哇8.5分。哎，性感的妈妈要给她鼓励10分。今天你看，四位女生穿的各有各的风格，嗯，是，但是每一个都在夏天看到都非常好看，没错，哦，嗯，看得心旷神怡，对对，这个健康又得宜，真的哦，对，好，这个今天希望很多女生呢，看看她们的穿着，你可以哎自己有一些想法，对，对不对？其实她像李佳那个李艾琪那个啊，她其实可以穿去吃饭都可以。对，晚宴，其实他还是有点半正式的外套。哎，你敢讲这样的话？不是。